ペロペロゲーム。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奥特曼，欢迎来到我的这个手机游戏时间啊！今天呢，我要玩这款游戏叫做 Muse Dash 啊，差点有点不知道怎么念。这款手机游戏呢，是一款音乐节奏的游戏，然后呢，是由厂商发配需要给我的。那这款游戏呢要钱啊，要说是工商也算是工商，另外一半是私心想要推荐，因为真的对我来讲很好玩啊，工商给我，但是我又觉得好玩，所以说呢，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这一款手机音乐游戏。那对老头来讲呢，手机音乐游戏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障碍，但是这款游戏对我来讲，我居然可以接受。一方面角色人物可爱之外呢，啊，我居然还可以。它的最高难度我还可以过关哦，通常其他那种高那种什么神人级的那种哇眼花缭乱我都过不了，那玩到一半都死掉了，这款游戏我居然吃得下去，所以说呢老头呢啊也蛮推荐这款游戏的啊，一方面看可爱的萌妹子之外啊，我们又可以啊好好的享受音乐的节奏，好不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说，我们先进入主画面啊，让你们看一下这款游戏它的魅力所在在哪里哦。首先呢，你会看到这只角色的骑着一台这是飞机吗？啊，这个是其中一只角色，是你们所看到封面的那只其中一只角色。然后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们刚开始买来玩的话，这个游戏是要付费的啊，是买段制的，大概苹果的话，买一次90块台币吧，买段。所以说呢，之后应该也不用担心还要再花费吧，这我就不太晓得。总而言之呢，你们如果刚开始买下来啊，你们看到第一只是这只，这只你们可以用啊。这只它总共有三个角色，一个叫林啊，另外一个叫什么？等一下再跟你讲，因为我忘记了。哈哈，啊，贝斯手生命300点，你们看它下面呢有显示它的特殊能力啊，生命上升50。啊，这是最早的角色，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另外一个 skin， 然后血量变250哦，变成问题少女了。然后下面问题少女会将 great 的这个判定转换成 perfect。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特殊能力啊，需要8个棒球才可以召唤出来。那这些要怎么获得呢？这些就是要突破关卡，以及啊突破关卡以及你等级提升，也会解锁新的歌曲。这款游戏大概收录了30款左右的歌曲吧，目前我所知道是这样啊。然后是零的梦游少女，然后血量是问号，这个我还没用，因为它8个枕头我没有。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哇塞！啊，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量，汝不惧，何以惧人心？对不对？对不对？啊、哦，要怎样天下太平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快点用新台币征服他吧！看见了没有？需要8个黑色啾啾。啊、哦，我没有。那、啊、反正有特殊能力就对了。啊，下一个就是新角色，这第二个。布诺啊，这个游戏里面的第二个角色布诺小学生啊，骑着一个直升机，很可爱。哇，这个更可爱 ！Oh my god！ 哇，超想要这一只的。不过这解锁关卡就会有了啊。然后呢，哇，僵尸也是超可爱的。我就是完全被这个可爱给萌到，然后就一直玩一直玩，加上音乐节奏让人家听起来又非常的顺耳，好爽哦！啊，哦，这只也不错。啊、哦，华服小丑赞啊、哦！像这个第三只女角色玛丽加提琴少女啊、哦，我现在身上已经有5个她的相关道具了，看看右下角有没有5支8有没有？我们就快要拿到了啊、哦！再来就是女仆啦，大家最喜欢的女仆啊，哦，还有魔法少女啊、哦，再来最后就是哦，小恶魔，哎呦，看起来这么的小淘气的感觉。啊，那当然了，除了角色之外，啊，也会有精灵、喵斯啊，我已经快要可以拿到了，他还要再3条鱼，我就可以跟他就可以召唤出来。效果是呢，有他在的话 ，FIFA 的状态可以延迟2秒，还不错啦。啊，接下来就是大家自行参阅啦，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主要呢还是游戏嘛，游戏本身啦，好不好？哇，最后一个莉莉丝恶魔，啊，不管了，来吧。我们先选择一个关卡。我来看看啊、哦，
其实这些都是老头玩到后面解锁的啦，好不好？老头玩到后面有解锁的。哦，我觉得玩这个好不好？最早的关卡给你们，给你们听一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第一首歌还蛮好听的，个人认为。玩法的话，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啊、哦，这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好不好？这让各位自己去观察，好不好？然后看很可爱，本来是直升机，结果现在变成在骑这个，哎，没看到，哎，很有节奏感，有没有？然后再加两个一起按，然后这个吃有加分。太早按了，哎，可恶。OK 啊，因为呢，在录影的情况之下，稍微有点延迟啊，所以说老头有点没有办法搭上他的那个音律啊啊，所以说有稍微 lost 掉了，不然的话，老头私底下玩的也不错啊，好不好？因为真的录影会有点延迟啊，啊，你们玩这种节奏游戏最忌讳的就是节奏的旋律跟你这个游戏画面跟不上。好、哦，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问题啊！啊，没办法，我在录影嘛，所以说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哦，那我们再挑一首比较难一点的啊、哦，听一下。这首真的也不错，可是还有一首我蛮喜欢的啊，这首我蛮喜欢的。可是这个最高难度我好像有点过不了哎、欸。我看一下，我记得有一个高难度的我过。好啦，算了，拼了，不管了，最高难度。我就应该手残，不过呢，我想要先用一下我们的这一支，给各位看一下这一支好了。It's my turn. It's my turn. Go. 哎呦，再给各位示范一下，真的好玩啊，我觉得。Go. Let it go. 哦天哪、啊！哦天哪、啊！我好忙啊！
要死掉啦！Oh no！ 抱歉哦，这个我比较不会。哇！我的天哪、啊！返回返回，像这个呢，我就比较没办法了，好不好，各位？他的三连打要打很快，我手指会抽筋，好不好？好吧，那我再挑一首我比较拿手的高难度，好不好？不要说我这么弱。哦、我记得拿手高难度是应该是这个吧？这个我玩了14万分。啊！我要扳回一城，我不管，我要扳回一城。哦，场地不一样了。我记得我这一关分数还蛮高的。都没按到。啊！赛哥，啊，要获得一些成就。赛哥，水啊，感觉不错吧？各位，个人觉得蛮赞的。哦，我升级了16等，玛丽家的日记本跟白色羽毛，我、哦、又解锁一个新的。哦，这感觉好可爱哦，感觉可爱，感觉可爱。我们看一下，我们解锁那个，我们可不可以使用啦、啊？应该是还不行。对，我们还差两本。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用到这里结束哈、哦。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个游戏风格，个人是非常对老头的口味。然后呢，如果你们喜欢自己去买哈，这款游戏呢，在这个苹果的 Store 上面呢，好像多少钱？多少钱？90块啊！其他的平台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下载啊，就买来下载，我是蛮推的啦啊！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啦，好不好？那今天试完差不多这集结束了，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快下方留言。之后如果老头又发现一些很好玩的游戏，一样会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的。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